暖男陈柏霖今天出席书局记者会，同样是书，但柏霖可不是每种都喜欢。前不久遭杂志偷拍与传了绯闻五年的庭轩密会，柏霖这样说：我觉得书里面的世界会比我个人的生活更精彩，对，所以大家多看书吧。那天杂志这样说，你有没有想要回应一下？我觉得世界很大，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然后我觉得拍到什么雪豹那种，会比拍到我来的更难，会更有挑战性。对，而且还可以卖给一些厉害的杂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多感受大自然。柏霖，给你拍拍手，这太极打得不错，但记者怎么可能如此容易死心？咖啡是人跟人互相交流的事情，那你跟庭轩私下会去喝咖啡？我们今天放在书店，我跟大家都会去喝咖啡。其实我如果到咖啡店，你也知道，就是对，柏霖也是啦，你一出现，狗仔哥哥怎么可能放过你？最后我们只有一个问题，现在感情状态可以说一下吗？秘密，不好意思，看来要等到柏霖松口是没机会啦，只能说柏霖哥哥打太极能力满分。